天。我踩玻璃了。我操！完了！啊！他要开大车，小孩要开大车了。要开那么高的吗？你听说过阿长吗？阿长是谁呀、啊？五大常人李世国。那可牛逼了！镇上靠近郊外那边不是有一间废弃的医院吗？阿长就是那个那边过世的小孩的幽灵啦。听说病情一下子恶化，就那样嗝了。结果和约好的去探病的朋友们一次也没有见到。对，这就是家人们说的谢绝探病了。但是阿长不知道这件事，所以就一直等着，直到等死掉。不过他也不是坏幽灵，只要你跟他一起玩，他就会报答你。哎，会报恩的吗？这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？所以他到底好的还是坏的？应该是好的吧。你要不跟他玩的就是坏的呗。想见阿长，得要把他召唤出来。哇，为什么要作死？我傻了。在阿长住的那间房间，在一楼最内侧的病房做点仪式就可以了。第一，先准备好装了水的水桶跟人偶，把人偶藏起来，数到十，回到人偶藏的地方，把人偶泡到水里边。成功的话，他就会邀请你玩吸鬼这个游戏，而且你玩输了，你就会疯，一辈子都得跟他玩开还行。因为仪式过程不能被看见，所以只有一个人能进病房。甘夫、沙之、阿启、阿纯、尤基乃。举行了仪式，结果没有人看见阿长，最后轮到了我。阿长这个故事一定是乱传的，做了仪式也没给我看见他，我就准备水桶输给自己听，有点不安啊，如果真出现怎么办？我可不想一个人被扔在这里。没事，我们是两个人。雨都停过啊，我们是俩人，许多孩子都听。哦，这就是在做仪式啊，赶快完成仪式吧。好，水盆，你还给我灯关了，沉浸式是吧？是。Shift 奔跑，哎呦，还有体力条，那体力条上面这个是手臂的体力条吗？好，我们现在去找人偶，找不到人偶我们就嘎了。哦，主角是个女孩子，哎，你们听见了吗？那 E。与二键憋气可以时间长，后面那句没看见。咋还能憋气？还不是能水 ？What the fuck？ 这国人做的游戏这么的日式了吗？柜子能进去吗？哎呦，完了！熟悉的声音，熟悉的味道，找到爹了。哎，你们这边蹲着过不去。嗯，我傻了，完了，出事儿喽！好多柜子，哦，看见娃娃了。动。把娃娃捡起来。手上那么多东西。可能这是个那叫什么来着？精神小妹。他刚才说什么？是我听错了吧？还是赶紧回到一开始的地方吧。这游戏没有配音啊。有人走过来了，我得赶快躲起来。没听见啊？爹，哦，上面那是憋气条啊，好像是。不是，我根本就没有听见任何人走路的声音，他就说有人走过来了。他们还不是一个，不是我一个奇怪的声音没有听见啊，还能潜行 ？Q 键是扭头 ，Ctrl 是深呼吸，怎么还能探头 ？Peak， 老菠萝 Peak 了。
将娃娃放进去，是，这样就行了。还是日式校园放学的声音。我做完了值日生的工作，从值院室回来后，教室一个人也没有，我松了口气儿。结果在议事的当中，阿成也没有出现，大家打趣的时候都是乱传的。哎，还是回家吧，就是这样。我，哎，哦，啊，是牙医，听见了那个可爱轻柔的声音，回头一看，你有看到阿喜吗？放学后没有见到他，我摇了摇头。只见尤纪乃把手指贴在嘴唇上，缓缓地歪了歪头。我本来打算偷偷地从旁边走过，但失败了。他抓住了我的手，阻止我流过去。哎，阻止我流过去，这样啊？那我们一起去找他吧。尤纪乃笑了笑。如果找到阿喜，我们就去零食店买零食，再去中央公园。我们今天那个站叫什么来着？什么公园啊？市民广场。啊，市民广场，没事了。大家和我玩觉得有戏吗？我闭上了双眼，把手遮在了过去，在哎不对，遮在别过去的脸上，遮住强光，眼前却是变深红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会如此？膝盖跟肩膀不停地发抖。这是一个陌生的房间，房间不大，地上面有榻榻米。哎，这是个国人做的一个日式游戏，绝了。好吧，一停，还不错哦。咦，操笼里边发出来了晚长的走音般的声音。啊哈，把也吓成这样。一个瘦小的男孩大笑了起来，没有眼睛，没有嘴巴。这不是有吗？这不是有嘴巴吗？没有嘴巴是什么鬼？有嘴巴不应该是？姐姐，我们来玩吧。干，是小鬼。吸鬼，该不会是？是啊，我明明什么都没有说。先找到娃娃，把娃娃烧掉的人就赢了。预备，开始。结果他们把阿长真正成功召唤出来了。怎么办？没有想到他真的出现了。我记得他说，如果赢不了就回不去了。对了，布偶得先找到布偶才行。日式泡汤的地方，这不是日式的那个澡堂浴室吗？什么姐姐一起来玩玩的意思就是？屁都没有。哎，找娃娃，我们找这个干什么？这不还是虚的，挺好，不让我走，我试试。啊，果然不行。找人在水桶呢。主意需要操控的键位好多呀。首先一个室友的奔跑，其次一个 Q 键是自动扭头，然后 Ctrl 是自动快速呼吸，然后。厕所不让我进，这效果不错啊。哦，因为这是男厕所，女厕所我就可以，女厕所也进不了。哇，好家伙，阴阳人，这画面效果不错啊。一般吧。我就是纳闷他哪儿找那么多日式素材。钥匙，拿起了学校的钥匙。挺好，没有找到娃娃，我看见桶了，但是这桶不让我拿。笔记本，出席包。哦，右键是丙烯啊。有用吗？是啊，好，他没了，他没了，没了。有闪的东西呢？怎么一股 SCP 的感觉？呜呜！刚刚那个是不是闪的东西？哪儿啊？你说。没有啊。没有。你这眼睛就不要
不是，刚刚有真有绿色的闪灵。这游戏做的真不错，这是国人做的话，阴影人对声音格外的敏感，眼睛看不到，但是可以屏息来追，来躲避他们的追踪。那我猜这儿有一个。我操！哎，这效果做的有点酷炫啊！阿成的眼睛不是很灵光，但是声音听得很清楚，记得屏息，否则会被他抓到。你这眼睛可以捐了。阿成这么点儿，这才几岁？这你能防得住？你不侮辱别人吗？哦，谢。What the fuck？你赶紧跑远一点。哇，不是这个黑衣人跟阿昌不是一伙的吗？我还以为只有阿昌啊，差点憋死。妹子娇喘，我好了，你听见了吗？听见，多听听。拿起了医院钥匙。医院钥匙就是这儿，不知道这是学校还是医院，我分不清啊。我操，他能直接穿进？哎，过分了，开挂了。这是医院，这是医院。非常口，口非常口。别喘了，妹妹，我都快有生理反应了。刚刚那学校，这是医院，应该是连起来的那个空间。哦哦哦，我踩玻璃了。我操！完了！啊！他要开大车，小孩要开大车了。为什么还是绿色的？三拜，让我想起了长镜同学。什么声音？那个。哎，这个日配的这个妹子喘气儿声是真的色，兄弟们。存档了，存档了 ，safe。你别太久了。行，我不憋太久，但是我想听他娇喘啊。操！道理我都懂，这个医院是拿牙膏来治人的吗？哦呦，怎么那么像173？哦，玻璃不能踩，这游戏做的真不错，很期待它正式版啊。细节很多，细节很多，主要是键位太多，感觉玩家可能背不住那么多键位。这边应该没有，可以直接。明明是个恐怖游戏，键位多的跟动。这键位多比塔夫键。我操！哎哎，就挺身的呗。对啊。我操，好吓人。不，我只要过去，他们都过不来的，除了那个谁，除了阿长。靠，阿长是真的牛皮兄弟，他可以直接穿门，这些影子人是穿不了门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只是住在那个病房里边的人，应该是被锁在那空间里的，有可能是什么设定吗？好大的遥控器啊！我操，这遥控器也忒大了。嗯，从底下用的。牛逼啊！细节是真的多、啊、确实能躲的地方还挺多的，跪在床底下。
但是没找着钥匙，而且还能慢慢慢慢开门，这个比塔夫都好，塔夫都做不到，好不好？这悄悄开一下很有感觉啊！先看看里边有没有人，偷瞄一下，然后再进去，还能快速打开了。这边玻璃不能踩，踩了咱就没了，兄弟们。这是什么书呀？不知道。怎么那么多红枕头？厕所应该是不让进了，这边。这是 demo 那么长的，惊了。好，没有，这边没有人影，也没有阿长，我们应该是甩掉他了吧？应该，我猜。这玩意儿视力超好，但是对声音毫无反应，好像都这样。他们的，但是不能踩玻璃，但是不能踩玻璃。等等，他视力超好，趴着过呗。视力超好怎么办？靠，这边有的怪听力好，有的怪视力好。寻声者是吧？服了。躲柜子应该是，他视力不好的话，他不一定过来。我觉得他不一定过来。那你到一定的地方，等他背过身去。刚才那只不就是他吗？是啊。对啊，那他我躲到柜子，他没抓我呀。他是。我寻思他怎么走没影了？哎，他不见了。啊，等等 ，pick 是哪个键来着？空格加 Q。没事，不用憋气，这个人。是不是憋气有感觉吗？你得从他那儿走吧。不知道，看吧。是这边吗？走过去。哦，确实。你得躲着他。跟他唠圈儿。看他走左边还是走右边，他走右边，好，我走左边，我们俩是一波天秀配合，好配。那这，你倒是动啊。然后走，快过去。他对声音不敏感，你可以站起来走。好。不对。玻璃。哎，没事，他跟不上我。哎，也没踩着，根本就。我操！我怎么又回来了？这应该有吉娃娃吧，那娃娃吧。哎，阿长，我看他了，没找着娃娃，我至今都没找着娃娃，哪有娃娃？这也能躲？书桌，我就不能躲在榻米底下吗？躲一辈子。面具，汉方药是什么？酒，日本的烧酒，来一壶，铁人们。哎，扑通。这不都是娃娃吗？拿呀！哎，不对，这不是那种娃娃，这不是女主要的那种娃娃，好像。他好像来了。操，这屋子里有人。碰到一下了吧？我操，等等，好像能穿过他的样子。前面就是阿长了。锁着的开还行啊。这是过来了，这是没过来。我操，这阿长声音还挺好听的，我还以为是个妹子。赶紧躲！躲柜子里面。哎哎。我肯定没用啊，我操，就侮辱他。我就侮辱他怎么了？哎呀，操，躲柜子直接死开行。你在他面前躲，那你能有用吗？那他视力好，我也躲不掉他了呀，我寻思。你刚刚他啊一下的时候立马躲。行。不是，我没理解刚才那个地儿怎么过。他不叫了一下吗？然后立马躲。
他说能憋死吗？我想试一试。他应该会强行把嘴张开吧？是吗？我试试，看他能憋死。知道还以为玩日本黄油呢，我吐了。应该好了吧 ？Maybe。哦，他不见了。可是没有钥匙，我过不去啊，兄弟。找找看，看这里。哎，这里能开、哦。是这边，是这边。真的不知道，还以为我在玩什么什么日式黄油，我真。我估计刚刚那个是你回来的时候。这是剧情。这是阿长是有多么惨。但是也太亮了，我要瞎了。我屌！啊，小孩开大车啦！他是不是没伤害啊？就和你玩玩。我也觉得，可能是没伤害。我操！没事，过不来，过不来。哎，现在怎么老有小孩想开大车？我是大姐姐，不可以。让小孩子碰的，妈的，鸡鸡，操！让我想起了啾啾，乌鲁塞啊，鸡鸡，都锁起来了。那我没瞅着钥匙啊。学生们好，学生们到这儿了。哎！再见。直接跑，出去躲一下。What the fuck！ 我就说出去躲一下。躲个鸡掰！你立了！啊！死路啊！行 ，safe， 看到没有 ？safe， 是 safe。我找着这娃娃了，搁这儿了，搁这儿，这。我不会还要把娃娃拿回去吧？我吐了。好，拿到娃娃了。他们都给我去死一死最好，又臭又脏，一个人什么都做不到，却又那么嚣张，说自己快死了，却还要活那么久，根本就是个骗子。而且他们还完全无视了我照顾所付出的所有事情。好惨啊，阿昌，好惨啊，好恐怖，好像是我被骂一样。好恐怖，只有我会心疼阿藏。我操，什么玩意儿，怎么这么掉线子？注意不要被怪物给抓到了，沿路小心躲好。回到一开始哎的房间吧。我屌了，兄弟们，不是，哎，神他妈回到这什么东西？我操！等！啊，跟得上我的死必得吗，弟弟们？我卡这儿了。我老 bug 小王子了，操！这地上这是什么东西？
不是，没了，兄弟，是前面那个。我靠！等会儿，这红色的好像是标指引。哎，这太难了吧，哥！我靠！把重头来找你了。喂！这个音效还有那什么的音效哎，那个你们那个游戏你玩过没有？那个《甜蜜之家》的音效还有，轩然。这个嗡儿的声音不就《甜蜜之家》的那个音效吗？不是，他出 demo 这完整性也太屌了。地上那不是指引点，这是他妈出小男孩的位置。能踩不能踩？不能踩。我走错路了。完了，不，这，别告诉我从那儿开始，我心态有点崩。应该有个 saving 吧，中间。啊，有，还好，好，给面子，很给面子。不是这个游戏作为测试也做的太完全了，他做这么屌，我都。还免费玩，我都觉得有点亏了他。真的是我不用钱能玩到的游戏吗？这真的是我不用钱能玩到的游戏吗？哎，我一分钱没花呀，他居然给我那么多游戏。这必踩啊！这阿长真的菜。大姐姐都摁不住的，我要是阿长，直接给他摁推倒了，好吧？是这儿吗？不对。哎，等等。哦，对，就这儿。嗯？哦。为什么这个最终 boss 只会说一句话？别让我兄弟听我的话，快过来呗！哦，我靠！哦。突然来了一句不听我的话是吧，你这个笨蛋啊，有什么远了，这玩意还不刷出来的。Oh my god， 哎，不对，对，就是这个。啊哈，倒进去， game over。 哦，终于烧掉了，烧掉了，这样子我是不是就能回去了？不能。哎，啊，算，都 demo 结束了，那问题呢？他到底回没回来呢？不知道，只有正式版才知道。但是他这个完整版，但是他这个测试版也太强了吧？游戏名叫吸鬼，在 Steam 上面已经好像不能免费试玩了，之前是可以的。我下了一阵没玩，结果发现他免费试玩结束了。讲道理，这都有一半流程了，牛逼了！哪有一半？他估计正式做出来，估计能有，这估计得个五分之一吧，那就。啊！第一章嘛，是吧？这才刚第一章，他一共几章？我靠！怎么也得四五章。这个厉害，这个游戏厉害啊！